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训练上比较合适。第一章吧。这第二章，老弟看着像没吃饱的忙。怎么说话呢？他是模拟是什么？是火呀？挺好啊，反正诸子官鼎和顾家联姻的事儿一出，外人看咱们，就是傻狍子老李家。我李新凡做什么事儿，还要听些败军之将。 丧家之犬之智慧嘛，我管不动你的婚姻，那我还为了崔鸟而立呀。我看啊，我看来看去的，就这一场吧。你弟弟的这个人啊，做什么事儿都不靠谱，还好有这顾兰呐，把你们给管着，挺好的。上次。 这个宁成明见我的时候，那什么时候？得有10多天了吧？10多天了。这下礼拜收购就完毕了。他应该带着钱先到你们公司来，到丽蓉给咱们汇报进展。这个父亲，我听说他们好像吵架了。吵架？为什么？ 不会，他欺负你妹妹了吧？哎呀，父亲，你先冷静。好像是他们上周去配合经侦，协助调查马浩的事，但具体情况吧，我也不清楚。你这事儿最后我查清楚了，冯家他诓我的钱，再欺负你妹妹。如果他这么做的话，我就让他重新做人。